Standard Chinese, a modular approach. Directions module, Unit 4, Production Tape 2. Before beginning Exercise 1,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your workbook. Exercise 1. 1. From this door to the place where the plates are sold, how do you go?从这个大门往里一直走，左边就是卖盘子碗的。我从这个大门往里一直走，左边就是卖盘子碗的，对不对？对了。Two.从这个大门到卖书的地方去，怎么走？从这个大门往里走，右边就是电梯，坐电梯到二楼，出了电梯，左边就是卖书的。从这个大门，我往里走，右边就是电梯，对不对？对了。我坐电梯到二楼，出了电梯，左边就是卖书的，对不对？对了。Three. 从一楼到卖收音机的地方去，怎么走？从一楼坐电梯到二楼，出了电梯，对面就是卖收音机的。从一楼，我坐电梯到二楼，出了电梯，对面就是卖收音机的，对不对？对了。Four.从卖收音机的地方到卖花瓶的地方去，怎么走？从二楼坐电梯到三楼，出了电梯，右边就是卖花瓶的。从二楼，我坐电梯到三楼，出了电梯，右边就是卖花瓶的，对不对？对了。Five. 从卖花瓶的地方到卖肥皂的地方去，怎么走？卖肥皂的就在卖花瓶的对面。卖肥皂的就在卖花瓶的对面，对不对？对了。Six. 从卖肥皂的地方到厕所去，怎么走？从卖肥皂的地方往右走，在电梯旁边就是厕所。我从卖肥皂的地方往右走，在电梯旁边就是厕所，对不对？对了。Before beginning exercise 2,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your workbook. For this exercise, you'll need two new words. Repeat the word for door. 门门 Repeat the word for office. 办公室办公室。You'll also need to recognize these names. 贝尔先生贝尔先生 Mr. Bell
布莱克小姐，布莱克小姐 ，Miss Black， 卡门太太，卡门太太 ，Mrs. Carmen， 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先生 ，Mr. Smith， 杜威先生，杜威先生 ，Mr. Dewey， 福克斯先生，福克斯先生 ，Mr. Fox。Exercise 2.1. 请问到安德森先生办公室去怎么走？你从这里往右走，右边第二个门就是。谢谢。2. 请问到史密斯先生办公室去怎么走？你坐电梯到二楼，下了电梯往右走，右边第二个门就是。谢谢。3. 请问到餐厅去怎么走？你从这里往右走，左边第三个门就是。谢谢。4. 请问到卡门太太办公室去怎么走？你坐电梯到三楼，下了电梯往左走，左边第一个门就是。谢谢。5. 请问到贝尔先生办公室去怎么走？你从这里往左走，右边第二个门就是。谢谢。6. 请问到布莱克小姐办公室去怎么走？你坐电梯到二楼，下了电梯对面就是。谢谢。7. 请问到杜威先生办公室去怎么走？你坐电梯到三楼，下了电梯往右走，左边第三个门就是。谢谢。8. 请问到福克斯先生办公室去怎么走？你坐电梯到二楼，下了电梯往左走，右边第二个门就是。谢谢。Before beginning exercise 3,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your workbook. Exercise 3.1. 这里是中山路，请问到你家去怎么走？你先往前走，到了路口往左走，然后到了第二个路口再往右走，左边就是。好，我知道了。 2. 这里是和平路，请问到你家去怎么走？你先往前走，到了路口往左走，然后到了路口再往右走，右边就是。好，我知道了。 3. 这里是中华路，请问到你家去怎么走？
你先往前走，到了路口，往左走，然后到了路口，再往右走，左边就是。好，我知道了。Four. 这里是公园路，请问到你家去怎么走？你先往前走，到了第二个路口，往左走，然后到了路口，再往前走一点，右边就是。好，我知道了。Five. 这里是和平路，请问到你家去怎么走？你先往前走，到了路口往右走，然后到了路口再往左走，左边就是。好，我知道了。Six. 这里是三民路，请问到你家去怎么走？你先往前走，到了路口再往前走一点，左边就是。好，我知道了。End of production tape 2, Unit 4, Directions Module, Standard Chinese, a modular approach.